该死，这个通道里面居然没有任何一丝斗气，而且黑暗中好像有什么物质还在缓慢地吞噬我的斗气。此时一双怪异的眼睛出现。谁竟然敢在我魂天地面前装神弄鬼？好好好好，好久没有蚕食斗地的力量，加上你的话，我就可以完全吞噬这个该死的生分，摆脱这个无尽的虚空。妈的，这虚空通道果然不对劲，就应该等萧炎、竹坤、古猿他们成功突破斗地的时候再一起进来。前辈，我乃斗气大陆新晋斗地，刚好经过此地，无意打扰到前辈，这就告辞。想走，留下来陪我吧。杰杰，刚刚好，就让你这丑怪物试试我斗地的力量吧。一瞬间，魂天地释放出22种异火融合的火焰，直接往那虚空灌去。可恶可恶可恶！想想人类，居然敢伤我！我丢，这黄色金龙啥情况啊？居然能硬抗我22种异火的伤害！老大，这巨龙我感觉到很熟悉，让我去和它交涉一下吧。你是降莲妖火，快快救我！此时，受伤后的黄金巨龙化为一黑一白两个身影。这白色的身影身上的气息怎么和竹坤的气息有些相似？该死，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会挣脱我的控制？眼看就要得逞，只要我把这个斗底吞噬，就能将你的灵魂彻底吞噬。可恶，你这臭小子居然坏我好事。杰杰，可恶，从来都是我魂天地做坏人，现在居然让你装到了。不过金龙王果然名不虚传，这么多年都没有同化你，今日倒是该解决。说起来还真是要谢谢这个人类小子，要不是今日他给你造成的创伤，想来我要吞噬你还得费不小的代价了。说完，黑色身影便对着白色身影，净莲妖火快救我，我是金龙王啊。这龙王似乎与净莲妖火相识，说不定是出去这通道的关键，绝不能让他陨落。妖火，去救下他。前辈，真的是你，我可算是追上你了。杰杰，严护法，你速度居然这么快。嘿嘿，小鬼，还有我呢。妖火，这次谢谢你了。我们认识吗？这你不记得我了吗？他的记忆还没有恢复，你应该有办法离开这里吧？那当然有，你们跟我来吧。这不就是驼舍古地洞府的大门吗？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我们又回到斗气大陆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不要着急，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要问，在里面会有你想知道的答案。